deja vu， 没错，我们又要去剪头发了。因为呢，过了3个礼拜，我头发又空掉了，所以我们今天一样要去找 Eugene， 走。 今天好烫头发，要来把旁边2边烫贴，就是上一次我自己在家里做有点失败那个，还是找专业的人帮我烫，可能比较成功。 一样，我这次没有剪很短，那我觉得我下次想要再剪更短一点，因为我觉得最近真的太热了，有点受不了。我再撑撑看，看我能不能撑，如果不能撑，我就真的要剪掉了。 今天是我们下班后的姐妹聚餐，有个新朋友，姐。哇，你嘴巴蛮大的，而且他直接讲，我也没有吹。嗨大家，今天是一个礼拜天，我今天约了小婷要去逛街，但是她是一个夜生活很多的人，所以跟她约了整个下午，现在已经3点多了。 我刚约3点，但是他就是也是一个迟到专家，所以现在是3点15分，我们就看他什么时候会出现，然后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成功的逛到街吧。晚了40分钟，没有关系。我男友刚才说，为什么你每次跟宋表约都迟到？所以是我的问题，我害你迟到。你平常不是一个会迟到的人，都是我的错。我觉得应该就是我有无限的包容吧。 你知道他非常不会搭地铁，就代表他每天都有人开车接送上下班。我很会搭。那你为什么刚刚要走上去？因为我最近比较想搭。本来想要来喝这家 Blank Street， 但是它已经 close， 现在还早。好，因为那家没开，所以我们就来买这个，绝对不会错。这个是来自费城也很好喝的一家咖啡店，大家有机会来美东。 美西也有，也不要错过，这是他的最爱。然后大家如果不知道的话，她是一个蚂蚁女，她就什么东西都喝全糖，很惊人的那一种。她就是说 ，ice coffee， regular milk yes，sugar yes， 然后还会自己在那边加那些 syrup。但现在疫情都不能自己加哦，是哦。对，就是他们会帮你加，可是都加的很不甜。她说加超甜，她是那种人家加了糖，她会自己在那边在旁边加好几圈那种。跟婷来吃晚餐。 卡自冻跟鳗鱼饭，有狂风暴雨的纽约。今天是星期六，我觉得我之后的 vlog 很无聊，因为我现在1到5每天都要上班，所以就变成周末才有时间拍拍片。然后我现在要去找我一个国小同学，他从 LA 来纽约玩，他之前有出现在我 vlog 过，我们现在要去吃 brunch， 那我们就出发吧。嗨，我不需要 English。嗨，这是 CC， 我们上次见面。 对，我们上次见面其实在 LA， 就是 right before COVID。然后是我的国小同学，对不对？上个礼拜的影片就是那个老师影片，所以我们有亲眼的见证者。但他其实3、4年级没有跟我说，他知道那个老师是谁。他那个。对，我们要讲的另外一个事情是因为上次影片我都比较 focus 在我比较不好的经验，可是其实我们5、6年级的老师非常非常好，我影片里稍微提到。然后我们到现在回想起来，那个老师我们都对他有好的印象。我记得他对我们真的超级好。对我小时候我记得就是，反正好像有什么事情，你就会想到说，哦，我回教室找老师就好。对，因为像妈妈的，对，他就像一个妈妈，然后什么 figure 就是在班上的时候，什么东西都 got your back。对。哎，是高中吗？我们才有 Facebook， 好老。就是到了某一年开始有 Facebook， 然后老师就莫名其妙，他也对，他有 Facebook， 然后他就加了我们好友。然后他到现在都还有按我们赞。对，然后每一年生日都会说生日快乐。而且他都没有变呢，我觉得很夸张。而且他现在还是老师。对，他真的是一个很棒的老师。 我觉得他算是我现在就是学生这10几年、20年来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好老师，所以看完那个影片，不要觉得这世界很绝望，是分享比较不好的经验，我们有很多非常非常好的经验，有很多很棒的老师在学校里面。希望各位在当老师的人之后呢，学生长大都可以有这样子的对你的评价。哇，看起来超赞的，好吃吗？好吃。 又来吃我最爱的 Chipotle， 跟大家分享一下会加什么。我的 base 呢会选 brown rice， 然后不会加那个豆子，因为我很怕吃豆子，所以牛饼，然后鸡肉、玉米、一些这个青菜，还有 lettuce， 就这样。我是希望可以加酪梨啊，但是酪梨很贵，所以我就没有加了。 我想说都进城了，那就来一杯 Blue bot 有时候我不想煮的时候啊，就会来这边，就是超市，它这边有熟食区，买这个鸡胸肉直接回去微波吃，我觉得蛮方便的，而且它价格我觉得还 OK。还有鲑鱼啊什么的，就各类蛋白质、健康的食物这边都有，当然有很不健康的啦，可是我觉得就是在超市买这个很方便。还有各式日本料理跟寿司。哎，今天就是我受不了头发的那一天，我们去 剪短吧，又过了3个礼拜，我们就让这个 vlog 从剪头发开始，剪头发结束吧。走吧，出门。拜拜，谢谢。好啦，以上就是这周从剪头发开始、剪头发结束的 vlog。然后像我之前说的，因为我现在开始上班了，如果大家有什么想看的影片的意见的话，也欢迎留言告诉我。那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就帮我按赞、留言、订阅这个频道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